你想要做什么？请你先闪在一边。上岸。师傅，你先落去。叫。 淮南蔡洪赛办警察见鬼大和尚，范大人，请问你来这是？因为破晓，大行。范大人，你这是？大和尚，这几位真人，是看到阮就秘里面体啊。我无秘里面体，是故意救命救命，普通地少而已。这个真人。 既然秘里水池也是去阮掠着啊，我是无小心暴露水池，何须故意呢？报！禀大人，阮伫咧记者室中找到真济清水衣娘神，佮有二月和尚。真好，继续详细所在。是。 大人，你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如此作为，这究竟是何用意呢？大和尚啊，有人赶好，来密报，是一只的。 在中安路用酿酒啊，又是做生意，哪会来够酿酒啊？恁的公然一过数嘞？有公然一过数。啊，伫咧上安学兴的身上，抬我去向伊厝内。慢来，我看你是借口想要逃走吧？来啊，将伊全部抓起来。是。这，大爷，大人啊！ 你别把国母要紧，但是你也不是唔敢请大和尚啊！太爷呐，更请你。大和尚，请你原谅啊！这件代志关系饮酒病逝安危，身为采访赛，必须以全民安全为主，也是请你留在市中等待几日啊！ 我明白，这是你的职责所在，我会配合吧。为了保护大和尚，我会派兵镇守本城。
但代志查明了后，哎，这是向你悔改呀。你放心，在真相查明以前，我绝对袂离开家。也请大人相助，并且现代父门弟子啊。如此都有交了了，行。是，大人，请。将遐精灵带上来。是。记着采风扇，也唔紧下开。慢来。恁这人，我只命恁将人带上来，为何对因无礼？也唔赶紧开锁匙。是。各位法师，请原谅我鲁莽抢棒的行为。只因这两年，以后应家以及林海三军海贼冲国，时常扰乱良民。甚至想要谋反，为着精神起见，才会引起这场的误会。望请海涵大人，误会虽是难免，但是之所以阮想要谋反，这就令人真未理解啊！阮出家人手无寸铁，一做多度人，度化众生为己人，又怎会扰乱良民？更加无可能会去违抗朝廷啊！是是是，这一切除了怪本官所以杂责，另一方面，若非如海法师已有所通报，本官嘛要。如海学兄，你是到底对班大人讲什么啊？我班大人，如海法师到底是对你讲什么啊？有人讲恁造船出海，一刀插到结，城中是伊私吞这粮食，就是经营这刀插，这的话也是如海法师伊对我讲的啊。什么？如海学兄，你为什么要安尼讲呢？我，如海学兄，你为什么要安尼做呢？恁这群人，自以为清高，讲我道行不足，哼！我袂当一同东渡日本，所以我……所以你只好来向官府密报，讲阮要出海。这要有你完全不顾风险，和大和尚惊难道，安尼敢无应该密报？渡海学兄，我承认是我的错误。我不应该在你的背后安尼讲话，但是你敢有想过，你自己的德行是毋是应该检讨？敢讲你毋知影，东渡日本传法修改的重要性，
如此等待望梅密报，错误的举动打乱了大家辛勤的准备啊！这，唉，各位法师啊！是要出海，招雕亭文书，是去死愿意放人。我这个小小的彩虹赛，自然欢喜生存呐。实不相瞒，事情的因由，请范大人谅解。讲过，恁只要有上级的批准，恁出海要往哪里去，我拢管袂着啊。恁看，这李林副大人的批顶面有写呀，花树有土。坐船要去天台山，才会吞这牛食一清水。只要伊海道无关，这就无关我的代志咯。感谢大人。来，我会将所有的牛食、符箱、经书等等一路归还呐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只是今日海上多事。倒插风起，各位法师，千万不可再走海路了。所以，您所坐的那只船，本官必须收罪官用。哈、啊？班大人，这、好，好啦，大人，安尼嘛好。那安尼，五顶敢会用回事啊？感情师傅还搁伫咧等阮的消息。回事，道行法师，你当然会用的回事，但是这三位，因为恁是对外邦来的精灵，离开龙井来到宇宙，树哥提不出公言与过错，此事我已经上报风罗寺议事部，请雕亭定断。这，查证需要时间，所以爱劳烦三位合文证。在官衙中忌惮太几日啊！大人，我如海法师真抱歉，根据当日所议，无果者应当反诏，所以基于这节，本官就加以勾结海盗的罪名，将你起诉啊！什么？班大人，如海伊只是一时糊涂。应该唔免甲伊判到这么重的罪啊！是唔是要判罪？这不在我啊！本官已将所有情况通报洪老师，一切由因决定。三位法师真对不住，来人，在将因带下去。是，大人，大人，大王学英，请替我。向大和尚道歉啊！我各位唔免担心，道行我会想办法。Yeah.
在中安，努力奔走，真是辛苦伊了。师父，道行师兄来信说，已经甲阿伯着马路大人在中安向方律师协调说明，应该真紧就有消息了。只要大家平安就好。师父，你交代的事情弟子已经办好了，辛苦你了。孙家的花费拢总是偌济金额呢？拢总80万。师父，虽然讲咱的存车已经被没收了，竟不知影破桥已用完，因被加紧，都要等到何时才会到达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日本我总也是都爱去。请师父放心，弟子一定愿意对随师父东渡日本传教。上岸师兄，一只船才80贯，这未免嘛太过便宜。岭南采风师刘麒麟技师，伊知影咱的心愿，所以发心扶持，愿意以成本计数，将这只船卖予咱。感恩老技师有这个心，才能圆咱的愿呐。大和尚，大和尚，行雷破桥。Ah.
笑，因为伊破晓，予你挂念，心会不安。念你至今虽无大好，但是也挂乎伊了。将天还，丢出。一归工地到扬州，经过这摆代志，阮已经唔敢搁再向大和尚请求，甲阮斗阵去日本啦。今日前来是要向大和尚，以各位学兄拜别，感恩各位。拜六相助，这一次虽然无成功，也不过，阮返回日本了后，后一次必定会搁再跟随天东赛前来恳求大和尚。希望各位都一路顺风。风雨这么大，先回爷，大家细里细里哦。风雨总是会过去，爱有信心，咱大家。一定爱有信心吗？